冇时间啦。你咁嘅状态啊，点温习啊？咁咪饮啖茶，着唔系咪食啲嘢咯？系得嘅话，你就唔会瞓着啦。咁咪点？唉，你唔好理我啦，我唔似得你啊！临考试之前仲喺度行行企企。唉，好攰啊！琴晚明明瞓得好地地噶，唔知点解会咁。咁系因为你啊！因为你成日都行行企企，左头左势咯。系因为你成日坐喺度，于是咪嗰眼瞓咯。嚟啦，跟我一齐喐下啦。我赶时间温习啊！嚟啦！长时间坐喺度，唔单止入唔到脑啊，个身体仲好容易觉得攰。嚟啦，跟我喐下先再温啦。咁我哋就由头做起。咁我哋第一步咧就系梳头，就攞两只手当做梳，从前额嘅头发边一直梳到后尾枕，然后就弧形咁样梳到耳仔后面。每次做10至20次，咁样就可以改善大脑血液供应，仲可以降低血压添。OK 嘅话，我哋就做弹脑。我哋用两只手嘅掌心分别按住两只耳仔。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轻轻咁弹下个脑，自己仲可以听到啲声噶。每日做10至20次，可以解除疲劳、预防头晕，仲可以增强听力添。跟住我哋就做扯耳，首先用左手绕个头顶，用手指捉住右耳尖向上拉14下，跟住就用右手绕个头顶，用手指捉住左耳尖向上拉14下。咁样做就可以达到清火益智、心舒气畅、睡眠香甜的效果啦。你觉得点啊？好似得得地咁喎。咁我哋就继续啦。对眼咧，对我哋温习就最重要嘅。平时咧，每隔半个钟咧，就要向窗外面远望1分钟，跟住就用力眨几次眼，同埋做下转眼球运动，放松眼部嘅肌肉，促进眼部嘅血液循环，等对眼可以得到休息。像我哋就伸翻个懒腰，其实伸懒腰可以加速血液循环。放松全身的肌肉，纠正脊柱向前过度弯曲，还可以保持体型。做完运动觉得怎样？这样动了几下又真的松一点、哦、其实、啊、你经常坐在那头都经常向前摸住，令到条颈的血管受压，这样的脑就不够氧气，这样就会头晕、无力和记不到东西、嗯、死了死了，挂着做运动没时间温习了，你快点用最高速度教我啦！我一早就估到你会咁噶啦，所以我向你瞓咗嗰时咧，就将个钟校前咗2个钟。你而家咪大把时间温习咯，我先走先咯，拜拜。咪住，等我帮你做下扯耳运动，等你帮我温习嗰时精神啲啦。哇，好痛啊！我即刻同你温。